我是刚刚列车长的 809年3月8号，瑞芳站8098瑞芳站16:21刷牌的是，现在是满线的状态啊、哦，这班是2243次，将三千刚好加一的170和171阿福号全车车网，我一定会等到这台车离开的地图。啊，好不容易又遇到701了。啊，现在有货列，准备通过。双彩电头货列。R181。还是R196。直达导车货列。耶、yeah, ！R18加196双彩电头是扎斗车握力，在瑞芳站通过，谢谢各位。啊，这班是2243次，叫三星康加一的170+701阿福全车车王，在瑞芳站停靠，谢谢各位，有那停靠代币哦，赶快开支，拜拜。